这项吼，就是我咧拍台湾阿成的时阵啦，十几年，我是拍台湾阿成才红起来啦，叫乌面的啦，无我较早演一大堆拢无人捌我啦。哎，所以你以前不叫乌面的啊？较早叫小胖哥啊，叫明天啊，叫林阳啊，叫三蛙哥啦，演一堆啦。你以前名字那么多。啊，阮头家吼，阮海哥拢叫我小胖小胖啦，我较早叫小胖哥嘛，啊，老板拢叫我海哥拢叫我。小胖，啊，大哥拢外头过来嘛，像像个子昂，迄小寡大哥拢外头过来嘛。啊，这条是台湾阿成。后来你是演了台湾阿成的欧兵，才改这个名字。对，欧兵啊，甲陈昭荣嘛，就是欧兵甲萧敬腾的保护迄个男主角嘛，啊，就兄弟，但是变好人嘛。啊！你人家知影讲乌面甲烧鸡嘛，左右护法嘛，啊！人家捌我，佮叫我乌面的嘛，乌面乌面的，啊！有人佮叫袂讲，无讲盖红咯，讲哦哦哦哦，阿姐啦，乌啥会？无讲盖红啦。而且乌面真正今麦这里面有够红。啊！伊讲哦，这寿山寺啦，伊讲叫我去接引啦吼，安尼做老大吼，啊大一些安尼，较威风安尼啦。哦，寿山寺啦，这一般就叫闲章啦。闲章，闲章就是说闲到啥不？也就是我们以前的人啊，你叫什么名字会有个号，会有个字哦，那他就刻一个不是正式场合用的印章，哎，闲章好，闲章，像这种闲章，很多人上面会自己刻很多诗词，感觉蛮不得志的哈，就是有点忧伤，不准的，有点 blue 的哈，啊 blue 一个台阶得上完，因为一林麦茫茫啊，可能正在山底上完，有一点怀才不遇啊，这边还有竹子，竹子是。步步高升吗？他希望就以前的文人是不得志的时候，他希望平步青云嘛。步步高升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牛上面做一个母牡童，把帽子往上丢，那叫什么？平步青云，或者画一只马上面做一只猴子，叫马上封侯，就这种意思。马上封侯，你不要想到你把他到行政院了。怎样哈？我到神经病院呐，神经病。所以这个章是他送你的时候没有刻对，后来你去给人家刻的。啊！你刻什么？林玉顺呢、啊？我本名我本名叫林玉顺。我本名叫林玉顺呢。哦，我以前叫林志胜呢、啊。啊，林志胜哦，说我那个十八画嘛，他说哈、哦，这个。不是你身份证的名字叫什么？本来叫林志胜。啊、哦，本来叫林志胜。十八画，他说哈、哦，鱼鳞旱地，龙困浅滩，此树大凶，不如更名。我就更名啊，就跟林玉顺。双木林，然后玉芳的玉，一个有一个耳东城，孝顺的顺就林玉顺，叫如林如顺呐。啊，我无咧啉哦，我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嚼槟榔，不赌博，不吸毒，什么都没有哦。啊，你跟林玉芳什么关系？无关系。哦，不关系。林玉顺，林玉顺，我本名叫林玉顺。后来不顺了哈。顺。啊，不然真的不该你。我现在就是我就是林玉顺才顺的啊。哦，本名叫林玉顺之后很顺啊。对对对，我现在最近又出第二张专辑了，老师，你有空要给我捧场一下啊、哦。康康俱乐部哦，跟蔡小五合唱的哦，康康俱乐部。小丹，请问一段来听话没？听过啊。嗯，好。看我都拍过一个钱给你无？没，我给你钱哈。来，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好。所以多少钱？当时是阿郎赏礼啊，我做的朋友赏礼，我做的朋友赏我。好，我做朋友赏来，请请见价，一万五。我感觉恁朋友送的拢比你家己买较好。啊，我来讲洗到伊个边咩？我拄好甲观众朋友讲啦，讲卖袂买吼。所以他这个玉是什么？这个一般真的是对他应该这个东西哈，我们一般讲。寿山石也好，它里面分很多，哦、像芙蓉洞啦、啊，或者是说，比较像这样的材质，其实都拿来当闲章、哦。那因为既然是不得志的人，他不会用太好的章、哦，所以它上面也会有一个凸起，它就叫龟牛印的一个造型。哦、啊所以它这个虽然是寿山石，但不是质地很好的，就是一般的，一般般的，一般般还可以有一万五、哦、啊，但是因为有颗。四面都刻了一些图案，都刻得不错。老师就是可怜我，从高雄骑摩托车上来嘛。